嗨，宝贝，听得见吗？听到了，嗨。嘿，我告诉你啊，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有多开心。理查德当面称赞我灵鸟的设计，他说我的设计就如同其名，富有灵性，富有极端的表现力。我当时超开心，我跟你说，我差一点就原形毕露了。就这个。或许我的归来真的可以改变这个结果，毕竟长靖的命运已经被我改变了，不是吗？也许这次嘉诚真的能获奖。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能赢这个比赛，这个比赛的奖金你就先全都拿去给阿姨治病吧。虽然可能没有多少，但是毕竟能够解一时之患嘛。那明天就要做最后的阐述了，有没有紧张呀？你就放心吧，我脑子里面啊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你就祈祷我明天上台的时候不要直接栽个狗吃屎。我给你做了那个伦敦旅行攻略，怎么样啊？哎，真的，从机场到酒店我一分钟都没有耽误，你真的神了。我打算等一下去试一下你给我推荐的那家餐厅。哎，对了，千万不能去隔壁那家哦，要不然黑暗料理绝对会刷新你的新认知的。哇，好恐怖的。哎，对了，有没有想念谁呀？啊？想念谁？谁啊？不许装傻。那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当然真话啦。真话？没有哎。那我也不想你了。没有才怪。我的小笼包，我都快想死你了。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take a look at this pair of foxes. Thank you. The foxes. Yeah. Yeah, Jia Cheng. You are from China, correct? Yes. Did you create the project Ingenious Bird by yourself? Yes, sir. We would like to listen to your presentation now, please. Thank you. Finally, I can go home.